我是 Evangeline， 我今年21岁，我来自福冲的 Outlet， 我现在还是个学生，来自 Multimedia University。Why 我 join Busybody 是因为吼，之前我肥到69公斤的时候，我朋友全部都叫我 Dinosaur 啊、Giant 啊、King Kong 啊，就是我是全部里面最大只的，就是了，然后呢就不服气啊，所以我一定要瘦给他们看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瘦了11公斤。然后现在我去学校的时候，全部人都会，哇 ，Evangeline 你瘦很多哎，超爽的。